来玩这款游戏《天龙八部》荣耀版，台服即将推出的。上面是职业，下面是简单的捏脚啦。那可不可以选妹子啊？可以。那我们用妹子来看吧。天龙、丐帮、逍遥、峨眉，峨眉也是有男生的。在入服部分呢、啊，前两天有推出《天龙八部》啊，那个名称叫做《新天龙八部》啊。这款的话明显稍微比较粗糙一点了、啊。我在入服部分昨天有上传影片了嘛？我玩的是丐帮，这次我一样玩丐帮啊，绝对不是因为他布料少，绝对不是。OK， 好啦，用这个好了，名称取个叫做陆秀秀。来看一下，弯了视角，她是一位大方的女人。天龙八部去年也有推出嘛，现在开始走天龙八部的路线是不是？铜锣尖，这边可以调视角，哦，可以调近的，哎，怎么让我感觉就像那个《凡人修仙传》一样，也有一个类型是手机指向的。拼接完整，这样子如何啊？满意了吗？近距离我可以，我无法由下往上看的。这边跳过吧，画面确实做的比较粗糙了一些了。好像取为荣耀的，都是要致敬过时早期经典的画质，是不是？取完路线了。到下个地方。哦，开自动挂机了，免写 NO 的玩法，叠战力就行了，太好了。看到这个我就放心了，充值可以送什么？神牛皮肤哦，永久，那 2.99 哎，自选零售宝箱，我刚好看到企鹅。好了，我们拉这样好了。然后下方的技能啊，虽然你的等级一直提高啊，你就可以使用新技能了。一切都是如此的阳春与简单，是不是？选择赠送，粉嘟嘟，好不好？选了粉嘟嘟，看一下妹子会不会想要进来玩呢？天龙八部系列其实妹子多半也是不多的啦。一键升级。哎，看到的视角白酷酷了。然后呢，你跳过了。然后在那边拖时间。近距离。奇怪，这个丐帮弟子全身刺青了、啊，那么秀。丐帮还有浅刺青呢、啊？啊，可以啦。刺青是技术活，成本其实不高的，好吧？出战，我的正式要出战了、哦，出战了。绝世武学开启。解析师道，绝世神功。哦，神功是白讲咩？好猛哦，他那个大招。这蓝环符已许久未见人迹。这边激活。哎，也不知道我家公子怎么样。福利。七日登陆。
第二天有阿朱的拜帖。现在我十等了，下一阶段升到11等，我还有一个技能。敬酒，看不到我这个妹子。哎，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我打扮成黑衣人，黑衣人过天怎么都是男生？这里还有显示的设置啊，隐藏名字啊，屏蔽他人战斗标志什么的。喂，看一下弯的视角，他跳好快哦，这是考验动态视力。来强化，一键强化。拿住我了，好了，你慢慢住我了。我来看一下设置啊，我们把音乐关起来好了，听一下他打击感，就马马虎虎啦。看下技能，一键升级。我打这次打那么久啊，打赢了。完成任务。前往苏州，到目前为止就是跟着任务跑而已哦。有什么特色吗？感觉好像是没有了。飞呀飞呀！哎，你这头畜生，你赶快下来好不好？哦，第二张来了。零，若隐若现的，你有看到那个弯刃是假？剿匪，这个要参加吗？我应该没有那个战力吧？我才玩没多久哎。白熊，少侠你说说，坐骑有的。小儿到底哪里配得上我家倩儿了？嘿嘿，看到没有？真的，这画面真是比较偏免洗的。后面看得到什么吗？后面看不到什么。我换了一个很轻盈的服装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服装，哎呦，看起来十分可口的服装啊，可以拍照。对哈，我可以用拍照的方式啊，拉远拉近，拉近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什么？还有哪几个地方可以去动的？好啦，视角无法由下往上看啦，成这个样子啦。因为我发现啊，他们在穿着部分都是比较偏清凉一点的，有小小加分到啊。哎呀，那个人跟我挡在一起耶，这样子我没办法欣赏角色的美。科举新秀陆秀秀，社交动作开起来。好了，看一下社交动作好了。比试，比心，哎，这些好解锁的哦，真笑哎。
好了，本次影片就玩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